我们正密切关注朝鲜半岛有关形势的发展变化。近段时间，有关方之间对立加剧，半岛形势持续紧张。作为半岛之邻，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。当前形势下，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，不采取加剧紧张的行动，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，为重启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条件。